我们终于放假啦，那天带我爸妈来 No Cine 吃饮茶。你看 No Cine 这边哦，很多这些小空间就是不用钱的，给人家坐啊，给人家玩啊。我超久没来了，两个老人家在那边玩手机。为什么他们出来玩手机？你看，我觉得这些空间很酷哎，它叫做 Self Style Studio， 不知道干嘛。你看，居然有这种店，我喜欢这个店。你看，我喜欢这个灯，这很漂亮，超美这个灯。就看 Ivy 去吃海底捞，很久没去了。没有人要照你啊，你要照吗？不要。你来介绍啊。不用介绍，他们介绍。介绍就是我们绝对不给他们的电话号码。马上今天来海底捞、就是。好了啦、我们一直以为中午吃有69折，所以我们就来了。但是我们不给他们我们的电话号码还有资料，就不能打折，你知道吗？我们每个人还是吃了60块。但是我觉得他们的东西是还蛮不错的啦，水准不错。这好酷哦！真的就是一个人60块，不过你如果给他们资料的话，就会少20。我们就是不要。居然有人表演这个面哎、他们会不会有变脸的、然后那天贝贝来找我，我就一吃完海底捞就带他来吃饭，因为他还没吃饭，又回来这一家。他说这个不错，这家欧米，这就是我上次咸到臭头的那一家。但是他说还不错啊，这个是那个蛋糕啦，是一个蛋糕10块呢。你看我的表情。然后我另外一个表侄女从台湾来，所以阿姨我呢就带她去 New Town 逛一逛。是一个，你看他们穿着也是蛮酷的。你知道我就宅女，我大概有10年没来 New Town 了。Jessie 就建议我带她来这个哥伦比亚，是的，她就是说这一家。有没有蛮特别的，然后很 colorful 那老板娘很惊讶我会讲西班牙语，然后她就推荐了他们哥伦比亚的东西，但是我觉得好怪。要念多久？45年吗？可是出来是硕士啊。你知道我觉得他那个哥伦比亚老板娘介绍的招牌真的很奇怪。你不要看这个唔加蒙加，这很贵耶，可是吃起来就会觉得现在在吃什么东西啊。哦，这个海鲜好一点啦、说他们最喜欢的。这家到处都好彩色，你看。我们还在 New Town 的街上走，感觉真的托他的福。谁穿这样啊？哈哈，冷的半死，小朋友说要吃冰淇淋，所以我们就进来了。超冷的，但是冰淇淋真的很好吃哦。对吼，你没有坐船呢，我们去坐一下 ferry， 所以我们就坐 ferry 晃了一圈啊。这就是我放假的第2天啦，待续待续。